在东亚的台湾，是有一条河吧？其流过的蔬菜，有像太会用的安发的种树呢，和出产一定多种呢。一想到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主意，上菜走走来，那条河吧，就是淡水河。新年1866年台戏时，土西风衰落了，也就是合成树脂同无烟火药，入人研办定工业，天天的发展起来，也得有科技都要用种诺来做燃料，那有种诺就请到来，是几十时代一定重要的一项事情。桃源太海因为山南边六国的蔬菜，因着有河坝和水源的好条件，顺利重要的种诺13天，德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又加北京洋行草芽建立，世界各国的生意人都来到呀。一切都给到使用强国，不但中国开放台湾淡水。来做贸易港口的时节开始，台湾就是世界种诺的主要供应体。种诺每是台湾同世界连接的一项重要的东西。种树是松绿乔木，上帝重大开拍的神风。树的上来又高又抬头，树派又多又直，树的上下到50公尺高，形成夹树皮有七浪的笔粉，含高有动层，纹路分明清楚。故乡人同其喊做种树，下乡人同其夹木丝片落去，专门代表讲一种树种。种树几台位都做得强咯。是同重要的禁止树种。400年前，台湾的山峰没有种下，因来就有种树，做得讲是种树的太海。苗栗县铜锣乡的种树村，因前种到种树，再换到种树村，到今就含有种诺工厂，一个做商业的生产。全世界给他。出口安尼种诺，因铜锣做出产青铜。啊，到爸爸的时候，全盛时期就24点钟做啊，因为差不多12000斤的种树来做，全部做好就那时候。现在装弄上当当没？你们不过那有书哎，母亲买就不可以买这位，当竞争呐，当辛苦。如果一礼拜跟爸爸看爸爸一面都当难了。输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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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家就懂事诶，就提供，当年就做生意12000斤，而做，因为要做一款哈，6点钟嘛，搁做改一款，又要你讲你出，可不可以你出2点钟的时间，就8点钟，搁改一个6点钟，就14点钟诶，因为做14点钟按不退哈，几乎俺爸爸都那个，一收货收到1、2点诶，1、2点。也切菜，天公爷也出菜时，咱根本个师傅一做，就当辛苦了。因为客家人对呀，靠山吃山呐、啊，靠海吃海。啊，因为客家经济条件模糊，太家生发了唔好啊。啊，
庆好的东西就做起来卖出去啊，最好的东西就外销出去啊。爸爸对安尼事业是有一种感情的，去作为神人的嘛，因为都信是不是？我外销无话，就说今天要开行做嘛，就讲出更多的东西，拿人出来卖，哎，卖到啊，消费者接受的程度一高，哎，他技术慢慢的一种行业保留下来，不后头人看，按说的台湾多，有法都一年出几啊百吨都国外去。苗栗山的东道，青岛蔬菜都有种树，从台府大兰街道蔬菜饮麻辣板山，就地睇下葱叶大粒嘅味素，等来到粒片强弱嘅下，不时会数到睇下葱叶嘅主动同攻击，就会停下来。1884年，台府大兰又发生睇下葱叶同罗定嘅冲突。双方始终都动离开。历史节因为抵抗法军来攻台湾，当出名的台湾将领林朝栋接到命令，手拳又上阵又安抚。1886年的总路出口量，对前一年的三担增加到1300人担。1894年成长到39500人担，落去神奇的策略。甚至当好，多见当年邱乐六年二十四今日，太傅的万圣像都会攀东排创的冠身体卷积点，见证了两段历史。林朝栋先生，伊迄也长期的中毒，伊来到也执也那边执行也个，家也提防挡唔安。哦，讲个原住民，哦，佮讲个咧处理动刀，动恶个处理又不爽人，要多少百姓都要求伊讲，发现我做一只猫。哎，老师认为林先生吗？哦，久见了，久见了。我听说他是这中期的统帅啊。对，他是。营务处他是最大的，再来他自己有一支部队叫做洞军，洞军的爱勇营就在大湖，哎，司令部就在这里，哎，那部队就在这里。林朝栋的那个先生都不排位，我都给他算上来。这三观呢，他们三观是很大的了，这官比说很大。我们说林朝栋先生，我们都摆在他们一起。哎呀，这三楼啊，我们祖师还在下面。哎呀呀呀呀！我们家的祖先摆这里，全台湾就这么一个。这是一个。大湖对我真足太好了。他有。贡献在我们地方，我们就大家都很尊敬他，我们客家人都很尊敬的林朝栋先生。我是倾向于他们确实是漳州客，很早就已经漳州化了啊。那移民到台湾，他们也自认为是漳州人。我90%相信南宫客郎对啊，然后但是他不是在台湾，是在漳州就已经是漳州化啊。林朝栋有客家的背景，又前来布防吉达麦的平埔村人，训练出一吹十年的卷吹，在刘明传的台湾吹行开山呼唤的下，重要的小白山。年初做总努力得压背的头家，为到爱防披太雅村人攻击的神奇巨鹿的路顶，自家会整十年的武力吹舞，派去总努力。带兵人喊做爱顶，
廖明传将台湾总统苏都正熙赶返故乡，同爱丁改喊做爱勇。又连朝东负责台湾的总统作乜业务？佢还担任总督府建局长，重新唱歌诺等来听开发总统。脑钉是很重要的劳动力，你要募集脑钉很不容易，因为太危险了，生活条件很差，啊，有的脑钉做了一段人就跑掉了，等等，所以这个劳力供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另外就是原住民啊，你必须要先做好啊所谓合番的工作，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们就会出草。我们雾峰林家跟原住民是有很深厚的关系的，所以当时林朝总是有把握的，那我们进入山里你就必定要有一支很坚强的部队防守在那里，就是汉人跟原住民不能再继续冲突。你虎番的话就等于说你原住民跟汉人大家和乐融融之下共同开发这个资源，事实上成功了。因为平地的樟木都砍了之后呢，那你要进入山区啊，就变面对着原住民啊，所以汉人就不敢入山，对吧？哦，结果就在1884年后啊，1885年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哦，樟脑的产销啊，从这个谷底啊就慢慢上升，慢慢上升。到了1892年，又超越日本，成为最大的樟脑产地，也就是樟脑王国。事实上，雾峰林家以前是垦民，那后来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垦守，从第五代的族长林文察以后，才开始做官。因为当时候法国人要来打台湾，刘铭传又挡不住了，林文察的儿子林朝栋知道了以后，他就马上召集500个乡勇自备粮食冲到北部去帮刘铭传把法国人挡住，所以台湾才没有像越南一样变成是法国的殖民地。林朝栋的家族世代黑土布逢驾驶人的武力是清朝末年台湾开发总统董聪耀的意思，故所大部分的总统庙宇都是他确定的，他也认真安的穿到呼啦啦的。大花厅它是一个军事的会议的招待所，因为以前雾峰是台湾军事的重镇，所以在这边会开很多的会议，那开完会议一定就会请这个与会者呢吃个饭，然后来听就是余兴节目，所以会有戏。那当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戏班子。江波梯的暗道建筑是林朝栋总貌总路的业务，穿到薄叉叉的过后假戏的。你们天一经的太法堂做工优秀又插法派头，是清朝末年台湾的总统生涯，则讲一道世界王国下的生活。我从小在宫保地长大，可是我在成长过程里面，几乎我家没有人知道。那么正好有一次我身体不太舒服，反正在家里无聊嘛，我就开始把老资料拿出来翻，拿出翻，哎，我兴趣就来了。哎，我就突然间使命感来了。我说，那我这个家族竟然是有这么样的这个丰功伟业哦。公开山，张江心，一山两路真艰辛，不怕猎头不顾身，身派光来就爱彩虹，山盟塔树。
生机，种火炭，日夜拼，好快冲可以死团，甜水甜火爱伤心，决定老油通通拧，开出三宝，温烹鱼，姜糯姜糯嘿嘿好，姜糯姜糯嘿嘿好，嘿。No, you know, hey, hey, ho. Simple long, tell San Lan, San San, you know, Buck Chen Choi, Gemba, Mobby, Zell Dito, Toywan San Ma, Beto Nama, Chun Chen Mokia, Zell San Chen.嘿嘿吼，姜糯姜糯嘿嘿吼，嘿，姜糯姜糯嘿嘿吼。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桃园跟新竹的交界，一座标高1914公尺的山头的最高点，就称为李洞山这个地点。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它是一个制高点。然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李洞古堡呢，它是一个爱永线上的一个最高的指挥所，叫做监督所。看你这里有个踏阶哈，因为这是射口，所以用枪警察在防御的时候，他的枪就这样子来做防御的攻势。那警察要统治原住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打的，设置爱永线作为围堵这个防线，它有点像是一个带状的防御线，选择这个最高的山的这个山头串联起来的零线。设置这个爱永线，中间有路，有各种大小不同的警察的据点。在1914年之前，整个台湾的山地大概还有50%的面积没有在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换句话讲，原住民跟政府是在一个对抗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墓碑，他是一位警察，他的名字叫渡边耀，渡边先生，他是在这个第二次李洞山战役，就是1912年的10月4号的那一天，在跟原住民的作战当中，所谓战死，这个很显然是就地取材的砂岩做成的这个墓碑，是一个在很急的状况之下而建造的坟墓。那我们还有很多战死的原住民的勇士，泰雅族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作战的双方，日本的警察是3000多人，那我们的原住民的战士可能只有300-400人。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战争，一个帝国为了取得他的这个殖民地的资源，用公权力来保护财团的这个樟脑的利益，然后真正的牺牲者就是我们的原住民跟这些基层的原警。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过后，抗台总农业的开发同清朝交付相互作用的苏台无穷用，日本有一定台的现代化武力，唔通夹命令就出价直接冲刺，是知道台湾的历史经历相持到达血流血潮的时代。美国第一任驻台领事太费尚，采集下个。福尔摩沙岛的故事和现在也本书风，就是说总统的推家是人血。不过书风全无讲到，西方国家来到台湾买总统，做出安金铺的合约，川岛前又多进来对中国
行过台湾的总路山梯，进行浅海同博削。开种树下的太阳草，三毛提假盐。在日本开始用爱永线作为理番的重要工具以后呢，爱永线上面来自日本的警察啊以外呢，那里面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客家籍，尤其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客家籍的爱永是非常多的。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客家族群参与这个制陶业的这个现象，其实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统治的时代，在山区砍树，取得原料啊，然后把它蒸馏之后，制造粗制樟脑跟脑油的这个粗制阶段，几乎都是靠啊台湾本土的这个脑丁，那这些大部分是客家籍的从业人员。除了最基层的脑丁之外，上一层的脑长，乃至于脑长上面出钱去聘雇脑长来的这些老板，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再者，随着日本的这个理番的脚步由北而南，由西部而东部，你会在当中大概的看到客家族群随着不同的制脑地点被开发而有一些移动的现象。那大致上是由西向东，由北往南。特别叫我意思是房地呢，不是作品。哎，蜘蛛的，蜘蛛的头白，我要打到四五六皮哦。用来蜘蛛冇少讲，跟米矿咯，冇那个矿，拿树当去矿，有咩比变多了？啊，叫我人吼，米是唔得，哎，所以讲头白叫我优惠很多。大家都抢二二一，都种落雨啊！就牙公、牙爸、牙啊，就就种落。大家十六岁投入，该养是无投入哦。就那种牙牙熟去，就去去那个台中个哦喏，内向。我对那个东西个对面个新沙个对个行路去哦，八家过去就内向就牙落了哦，就投个味道去。啊！二十八岁来，我都对成功、成功的那意愿，哦，好啊，都该叫，叫一年，叫第一个，将办一个台中的个文产那边，工人最多啊，就十五个、十二个安尼啦，这上来着五十六年的，二十八岁嘛，二十八岁，我了八十三嘛。日本皇帝就来而作品，当初打仗，皇帝来也没打死的啦。啊，叫我也不是作品，哎，因为挨的都是重要的人物嘛，无火药打仗唔得啦。你要说做火药的，我打冲的个作用，所以挨的都比王亚光啊大。我认识的先生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先生去资本温泉做那个樟脑油，认识这样。在做那个樟脑油，他是晚上的时候下班他是很多工人啊，还帮他烧火啊，好像就烧火，他就从山上下来我们家里啊，我们家做开店啊，我们有两三间的店啊，他是每天下来这样啊，他就玩一玩，他又上去这样回山上。我爸爸说他很勤劳，很节俭。
没有第二个了，这样。他最棒了，他最喜欢他了。因为跑完了吼，其实个要比比，因为那个东西慢慢吼，跟油样会出来。啊，你这些多的鱼是多，你是会回的啊。我爸爸的时代吼，用手工的，就是讲，用盖，盖几个黑盘，伊家吼用一锤。头白是太上当徛下来呢，佮一条树树叫我记下个嘢咯。木卡来头白顶顶呱呱。啊，有脚踏车会骑的哦，那个打铁摩几多个，找不到几个人啊。个铁马哦，就摆个载货会啊，个铁马，那不搞就两台。那头不用就用飞机了，头摆坐飞机啊，骑摩几多个啦，找不到几个人。我是有办法坐飞机，我晚上住旅社，我结婚就是旅社，第二天。阿姨的猫诶，公牛公牛公牛吼，四个就坐坐飞机到高雄。然后他很快乐啊，他现在我们叫他不要做，他也是一直要做啊。我说你不要做，小孩子也不喜欢你做啊，小孩子每个人都过得去啊，为什么？里面好吃饭吗？他说他是做兴趣的。做健康的这样，他从年轻就很爱做，做到现在，做到老，他说做到眼睛闭起来这样。搿也是爱设计，搿设计，一水哦，水就多俩啦，滚起来就多俩，多俩哦，粘，那就排出去了。哦，你看到冇？佮啪啪佮就水啊，啪啪佮下去就水。哦，佮上坡就油啦。我感觉到一生啊，做长老最快乐。吃有钱有，他好像，爱好爱做工钱拢佩服如何个，个泡澡泡泡鱼，就最快乐，最快乐就叫闹，叫闹是最快乐。都见行起语言会同初拿读书诶，对读书到下来嘅总书，送起本练言夫，八十人写嘅字。本本行起出道，佢系快乐嘅强老人。原本樟脑只是拿来做药物使用，或者是熏香这种传统的用途，偏偏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开始，樟脑变成一种快速发展的近代化工业当中。两种物品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料，其中一个是赛璐珞，这是第一种人工的合成的材料，可以拿来做各种像今天塑胶的前身的这种东西，假牙、眼镜框啊，女孩子的饰品啊，撞球啊，强化玻璃啊等等。最重要的用途其实应该算是无烟火药。无烟火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需要樟脑来做缓冲剂，那无烟火药取代过去的黑火药变成这个枪啊炮啊里面推进弹丸燃烧的推进药，非常有效率。换言之呢，它是
促成小口径武器像枪支火炮的这个革命性发展的一个关键。世界上为了军需，为了做赛洛洛，都要跟台湾买原料樟脑。二次大战结束过后，台湾的樟树要倒卖枪的，樟树之后就安尼无听嘞。枪村用卖到龙潭、罗行海和巴顺两节，还有十个条基金几啊百年的老樟树，还起到猜猜。看到两条樟树，俺就会面转给老头拜。客家人多一个地方来开天家哈，伊一天要起一条树诶，来做八公树。因为俺也带到呀，也土地去夹个，俺爱拜祭啊，服侍祭，所以伊会先了切片大诶，一条树诶。哦，有的地方还还榕树啦，有的还加藤树啦。哦，那一边是土土哦，有一太壮树，那里头都青壮啊。哎呀，条树诶，可以按长又按太。按所以讲，人家天然重要嘅样嘅，所以我哋就做比较哈，啲啊太舒服，有啲嘅服侍二十四百公嘅啦。No， 大哥，两百公收。我哋要做安，都要来烧香，来拜拜，按初一十五会再过。布片的就会为了供奉，其迄条非常灵的神树啊，每几粒一只黑灰人都会受伤啊，总共有三十几啊哈，三十都受伤，包括爱七家，爱几个是咪是几爱七家不咪脚咪是撞到，你像你啊，目前来讲，迄唔敢去统计啊。用个个你喊阿多个有无？迄木桩那里撞脱，唔免撞个修个。尽量是买同伊，因为伊个韧性真强。像有摆博泰水，博泰水咪是大多了袂出毛个。所以对外头来讲是一种守护神啊。外头咪请尊重伊，所以外头咪对伊是非常敬畏。也总会做很多三粒三个八公啦，吼、哦，那个可能也一、二、三，三只，也当过一加一只药个，我表示讲其他神明的也总个作用，落去砸给他金落去，制作个哈，大部分系用安用嘅，金无瑕疵，吼、哦，也无做物个牌嘅，就用也总个方式来推别于神明底下地方嘅。这一来就有老早的种老产业，早就无安尼个光景嘞。蔡林业实验所绿桂研究中心服务的林文芝，当地好食，集团内边人共同的记忆。接上出去拜访，想要建立一处种老故事博物馆。哎，阿仔，要包装的吼，也做好呢。哦房的，用房的嘛吼。房的，哦，安尼有力啦吼，安尼是唔得。安尼，无力，无力啦。四角形的，嘿，四角形的是为人工骨头。哦，安得安样，而且大仙无。哎呦。啊，以前迄爸爸阿公的东西。爸爸的啦吼吼，阿公迄做农的嘛，说嘛。提下祖先做伊是人样个，又躺下都乡下祖先阿伯啊。北美啊，讲一个多诺的故事吼，波斯的故事，还有感觉讲，佮有感觉啦，吼，就很感人呐。啊，没想到讲啊，波斯的多安波吼，啊，以前很用的多诺，以前很用的波斯的。林文芝下班过后，所有的时间都落神滴俩，其中的同头摆多种树，姜诺去加火头，都烧手来。想要同爹提个记忆，念到转来。哎、欸，阿爸，到没？哎、欸，吃饭冇？好。一上班又忙，同来做一个病嘛，吼，碰个病嘛。我鱼用用看了呢，鱼时阵用用啊，又忙，我落去啦。哎呀，哎。哎，做了冇，两位冇做了冇几好啊。哦哦哦哦。
国另外一点艾斯艾斯上门讲，以前也个用个磨啊。这个就专门磨这里的。哦哦哦哦。嗯、哦。磨落起过来啦，做只安尼顺顺安尼啊。啊啊啊！你那条尾磨长下来，铲下去会飘起来啊。一种石头会更好切。有咩唔如何切啦？如何切嘛？无计碎片如啦。啊啊！阿伯，安尼，迄地下有可能，看有法度强下去，同来潜下嘛。好啦，好啦，好。好，好嘞。一坐爱茶啦，吼。主要来源就是从那个地方啦。哦，你讲迄壁迄咩？吓，壁个。壁安尼，看起来长长的迄咩？当杯跟奶粉诶，你阿平一粉诶，佮冻我佮搭袂出去，全部按一下，个个要全部黑啊。橙色的。系啊，全部。迄下杯迄橙色的，系啊系啊系啊。哦，迄橙色的嘛。嘿。好吧，冲一粒可以冇？一粒吧。什么？冲一粒，冲一粒希望有五色的。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啊，哈。这个不好做。一粒可以吗？可以啊。一粒可四粒，哎，一个十成可以吗？可以啊。潜到假火头，没有潜进方法。来到老人家对行后生。就练出一身的手艺，对你们子来讲，就像遇到国宝一样诶。啊，看老伯在磨刀的时间吼，过夹啦。就算伊几啊生硬磨磨刀诶，不过伊磨的时间诶，马上又讲过顺啦。磨硬好了，硬就好了，就。伊没有讲啊，以前做生意时节吼，他肯定爱拼效率啦，无可能本慢慢地磨迄刀的啦。啊，伊没讲过，哎呀，磨过夹夹哦，伊要做生意吼。俺新竹竹东俺的落不下，靠江林乡现在那个绿寮行啦，我们老家在那边啦。你就讲，你要自尊上去，我本出去我不做了。哎，以前讲，唐朝讲工农好，这个来太祖开始做工农，俺爸爸都开始起始都开始做工农，两年三年就做出来，又过盘嘞，又过盘过了，该阿里山该北方，这样对江阴那边下来，这样对本地和达邦，这个全部有做过农的，就唐朝讲。高雄人六龟中路信号，当多数的，真实就一样啦。转过来高雄县来以后，那个江苏到处都是啦，那边是那边是，一概就无会记了，就其他人唔是个搬走了。漳州面东南甜饼特，吉团一屋客人，奶油江苏就晒到奶去，晒来晒去今日嘞。也是行人因为强弱在台湾脱开分布的情形，亲密认真总弄音乐贴，几张图略贵落错，热烈要过来一天贴，人猜强弱的衰念，总行起滴滴彩木。哦，安尼全开来，抹地也做啊，做好检查安尼。哦，啊。因为这么长呢，我几十年没有做了，还是可以的，还是很厉害哦，够厉害。哦，这个，那就安尼，车，啊，车看到还没？嗯，它的辣度，吃到辣度可能够高无？辣度迄个高了，就个就油；辣度迄个少，油就少啊，安尼就磨个啊，磨脚个啦。
脚落个脚落去住，要搁开出去卖啊！叫我们六龟的开工的人啊，我开开通下去老外人长落就下落呀。一通下去，我六龟的开上去，唔免用开空空个通个啦，它就里面我们的米包进去啊，两片就要开了不安尼去啊。所以讲，一通个水唔要涨啊。所以原来现在翻煮的米就咩，就咩糯糯油的米啊，这很辛苦。做当老的人，我先糯油翻出来，就干不了了。2019年11月呢。年菜随地结束两秋，蒙那路途的石马的，蒙那排业过身，连朝东的石马的，并讲飞，当讲去表演。莫啦，我林光辉，我大哥啊，莫啦，你打扮这么漂亮，莫啦，莫啦，大哥来看你啦，还有我表哥来了，林明潭、林明聪也来了。莫拉，你到祖林那边去，你很安心的、安稳的。你做了太多祖林的事情了，你做了很多啊，莫拉。咖啡豆，我要给莫拉最后一杯咖啡。咖啡豆，他喜欢喝咖啡，他跟我在一起喝酒、喝茶。一起在讲北港区的故事，所以我是讲我家雾峰人家故事，他是讲你们家的故事，其实都一样的。以前是相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跟莫拉这个感情特别好。林朝东是喺北港海留白，用武力开垦嘅种植肥管，莫拉嘅家族是喺菜地嘅部落猎手。双方顺带火把相互对立相拼，竟发生各种意外。百零年过后，两代家族的后代子孙认真对老祖公有共同的记忆，下后就相互同地好相识，变作同游化工的好朋友。头白家族之间的是非恩怨，从鸳鸯的鼻烟呢。1949年过后，世界风格田园种农产业稍加动荡，种农专卖局解散脱了。田苗男的阿爸是很有才的范呢，粮农是家条的主要商品，做粮农的原料就是种农。因为强风业被磨脱，故说1967年同贵州的石皮留下来，卖了3年。将重新组装好势，避运行。这两家厂吼，是伫民国56年张老厂标转来时阵拆转来厂，这历史已经有50几年啊。为张老厂拆转来遐所有设备，另外原家村这两家还伫个。另外，这伊个厂啊，你无看，伊是用古早那铁棒是用，因为用垒顶垒起来，即马无人做这个方法。那日本时代的时候，就拿蒸馏设备为日本寄来，那套设备当初做的时候1900万，那个时候是1900万天文数字呢。因为当初的公务人员薪水一个月才10块尔呢，啊，因为就拿这种歪做啊，又当作废铁卖掉卖掉，所以咱买就俗俗啊，都买的。做这個工厂哦，生产真辛苦。那开始一个点火，叮当落去，24小时无休困。一做做啥，一个月到尾，所以24小时一个月在做。我嘛在学这个，我24小时没有睡觉。点咪你学习看看这设备安怎做。
迄油中央油也好，啊，都外中央粉也好，拢为大陆寄来，因咱大陆袂使去错啥。中央油内面一部分是中央，50%以上是烹料油，因为中央会当做个迄个 MPC 类的原料，全世界用的最广泛的抗生素。内面的芳香油，顶好做真侪人为做化妆品用落去，所以迄中央油内面其实。内面成分嘛，正多样。现在品质袂歹。是啊，真好啊。真好。啊，这是龙脑。龙脑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冰片，或者又叫梅片。它的用途的话，可以应用在制香，我们拜拜的香，还有像那个广东木药粉、龙角散，或者是痱子粉，里面都有应用到这个东西。跌打损伤的酸痛凉膏、酸痛贴布里面都有这个成分。嗯，来吧，好吧，来。嗯，手来。好，诶，今麦这温度30度吼，天气落来降较久的，吼，好啊，可能差不多要降过一礼拜，温度会降落来。我们这个产业其实算是一个蛮高度危险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工厂从以前到现在前前后发生过很多次的火灾，那我有点不想再继续做的一个念头。为什么？因为其实每发生过一次火灾，你心里都会有一些阴影在，有时候你睡觉会睡得不安稳。其实现在会想再继续做的原因，其实真的老实说是完成父亲的一个使命，哦，让他不要心中有一些遗憾吧。嗯，挺水。啊，你平看嘛，这平，有胖吼，是啊，吼。黑苗男长期落身研究，种了安阳的用地药的方面，还得到芒石油果的成果。做得讲种了对生物制药的200项，没有也贡献加出。真惊吼，足惊的。是啊。哇，你看管，你看足管呢。啊，管中46米嘛。哦，哇，这真正还够得缓呢。嗯。对啊。你才几年啊？哦，真的很高。哇，很难得看得到啊！你这樟脑树的神木，以前有一个心愿想看到台湾的一个大神木，因为我只有到日本神社、九州神社看到看过那个樟脑的神木，伊嘛嘛真大樟，但是没有这一棵的那么雄伟，真的是很高兴，因为终究台湾才是樟脑的主产地。哎呦，我做樟脑做遐侪年，所以跟樟脑是关系很深厚。这个事业也能够继续做，至少还有第三代也来接，以后再怎么发挥做较快的生意。除了樟脑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事业可以发扬光大？啊，就是矿业本事啊！5米9，3轮，啊，17.7，嗯，17.7米，17.7米。台湾的种树，几百年来跪下的都未抢呢。喺台湾稻荒当建成的历史，又何地有种呢？来打好台湾工业化的基础，都见大家系享受的安尼的福气。讲到种树，真见会面上到青岛。